是职业选手。有没有安卓的回归玩家来下载游戏领福利？安卓回归玩家，回归玩家宠粉福利。爱引导。任务底价。有，你是回归玩家吗？先扫码加个群，然后下载游戏，登录游戏，录屏，领红包。来嘛，回归玩家。乐乐，乐乐，叉乐乐，你是回归玩家吗？更新太慢了，有 WiFi 还很慢吗？没事，等会儿呗，更新好了再录屏。那个下载，在直播间下载游戏，给个截图就行了。截个图吧，你是猎人，还是猎？就是下载游戏的截图就行。好多个鸡，没办法，那么多个鸡。安卓回归玩家，请进来，嘿嘿。安卓回归玩家，请进来。玩玩好吧，要不兄弟，玩个稳一点的。潘森感觉容易崩，对面容易崩，你也容易崩，两边都容易崩。对面的阵容很差，非常的 bad。EJ 酒桶，EJ 带的治疗，弱爆了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在睁眼？登记已消散，链将你环绕时，就抓住你心底的力量。十组全合，军出击！你说谁是十组合？对面十组合吗？这组合挺强的，其实。他们强在哪里？强在 poke，这身皮肤让我生手很长，而我要让他看到，酒桶又能扛，又能开，又能打伤害。回家，回家。他交闪了，他没交闪，他没有交闪。要么打，要么跑。哎呦，不错哦！哎呦，不错哟！到处都是怪物。我吃个药。哪里下载游戏？
你是安卓手机看的直播吗？还是电脑网页？网页和他安卓妈的手没机才能看反，到。你敢再用人？哎呦，奶师 ，A 他。回归礼包，自动给你的吧，进游戏就给你啊。你是回归玩家的话，就能有。你重新进入直播间，能看到下载的一个链接的，你能看到下载的一个入口。Nice， 漂亮，打野啥了？嗯，今天是狩猎的好日子。卡莎，别急，等兵线，等兵线越了。来来来，人马冲，能冲。算了算了，哎，福尼来了，福尼在河道，你回吧。总感觉可以杀，你绕后才能杀，正面杀不了。能不能直接黑啊？对面辅助回去了。嗯，啊，你说什么？哎，我没看到，瞄到他了。我在看弹幕，没看到瞄到人了。无所谓，这人能杀不了就算了，他们不太值钱了都。发群里。有我的群就行，我来看一看就可以给你。很好，我回来是为了那些。乐乐，乐乐，能看到下载的位置吗？上路能留吗？我操，吃我们这么多塔皮，妈的！小把，你回中路吧，把线吃了再游走。你兵线没推完，游不了啊！有，我操！他们打野在，他们打野在身后，螳螂在他们附近。没事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随时能来，这应该有眼吧？看着，哎呦妈的！可以锤，可以锤。他酒桶伤害挺高的。拿龙吧，他打野死了，快动龙。世界一直在变化，结果由我们来决定。好厉害啊！虚空中第一法则，别死。维嘉，你跟打野去先锋。晚豪先锋能做个眼吗？远离峡谷先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再没再搞。我在路上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他当复活。我操，打了就算了。好快呀、啊！要么打，要么跑。他复活了挺久的，这塔能守，守一下。我操！这么能躲、啊！哎呀，我操！快跑！酒桶下去了，酒桶下去了。他要丢大招给我。这位，
我操！牛几合同？尼玛！太秀了！哇！我操！几合同？我的天哪！终于看到了一波几合同，牛逼！不是他打得好，只是你接得好。他好像是会玩的这个人。还他妈回来放技能，谁的点呢？哎呦，这个狐狸伤害怎么那么高啊？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哎，有灯笼吗？有灯笼吗？不要慌，你的声音充满了恐惧，知道吗？哎，灯笼吗？我靠，恐惧都在你的声音里面了。螳螂可能在这波，能出来吗？我操，你被炸到里面去了。这酒桶是会玩的耶，小心啊，你是被炸回去了，怎么打？你都直接被秒了，你我靠，你说这波可以打，我是真不信了。你被打直接打残了，你死了之后我怎么打？我扛塔吗？直播咋打吗？一看你直接残血了。我最后中了这么幽灵以后，打不了的，你都被开了。你问这波，你问谁都打不了。你看一波回放，看一下你的血量掉的有多快。你死了，就算被我杀一个，那我怎么跑？我要扛塔的，你死太快了。把九桶干了，走位。还他妈别的，完了！哎呦，打得太随意了，这波很明显有人的，知道吗？打亏了，我们塔掉光了，别这么打了。乱玩的感觉，没有一点思路，没压力的。对面是会玩的，这个酒桶这个名字你不懂。我们塔都掉光了，你怎么会觉得没压力？这把来小龙团，经济也落后两圈，来拿增益。小法过来打团，我在路上。你别走这边，不要走这边，不要走这边。哎，往下面走。我在路上。等锤石勾吧。中路兵线很差，我吃一下兵，等他们打龙。来来来来来。等锤石上，哦 ，nice！ 哇，什么东西？游击他妈跑这么快？你看这酒桶，他像一般人吗？他不是，他太会玩了。银河的叛徒，这个人好像是国服酒桶。9500金币的酒桶，妈的！一个辅助酒桶，对面一边就被打成屎了，我操！他们也不会玩，打也不会玩，酒桶是最会玩的，小心酒桶。他偷懒，干他干他！
这能让他偷掉？不来人啊！妈的，挣太多了呀，兄弟！对呀、啊，好多王冕。今天是狩猎的好日子。哎呀，你这个怎么这边？Nice， 我出塔。你这个打大龙。满豪来大龙，满豪。这波大龙他有个酒桶有点烧的，但是酒桶没大，过来扛伤害。我没什么血的，他们要杀我的。注意惩戒啊！杀他，杀他，杀盖伦。酒桶要下来抢龙的，不过他没眼，打打打，等他桶没了再放惩。我操！我操！我被大哥大开了呀！没事没事，走走走，你看这酒桶是不是高手？哎、妈的！妈的！他 Q R W E 打这个龙打了四个技能的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出点魔抗，他们全是 AP 伤害，这把守一会守一会，清线把等 buff 没的再团，这不这身皮肤活在我身上，来拿增益起狩猎，把线清了， buff 没了再打团，是为了那些回不来的人。哎，抓盖伦，不要中路，别打中路，别打，能过来吗？没了，中路人马帮小法清线，婉豪回中能要后不？随时过来。哎，他在偷蓝，你赶紧过来啊！不要管小路，过来啊。哎呦，拿小龙，拿小龙，大不了这个东西，它太烧了。你们去拿小龙，我在这里看他一下，看他来不来。他应该是走了。哎，酒桶来这边的，酒桶来这边的。把他杀了，别打龙，不要打龙，不要打龙，把他杀了，妈的！我操！这他妈下路有个桶吗？哎呦，他妈的，我一千快没了，快把龙打了！螳螂来了，这波有惩吗？打龙，打龙，打龙！有惩，有惩！把龙打了，把龙打了，螳螂还没到！我操，兄弟，你这个惩啊！打，他没伤害他们。还一个偷惩啊，用子弹。哎。兄弟，你这波惩戒捏的，对面没打野的，你放那么快干嘛？八百多血呢，你五百血放都行。哎呀，我们火龙魂呢？我死了，有点恶心啊！这波没看到他地上丢了个桶。婉豪去下路守盖伦，守一下。我回来了，也变强。酒桶伤害太高了，他能秒我。别打，别打，人马不在。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
我去捡个红。你们也做王冕啊，小法你做个皇冠。酒桶来了，快走快走，左边有人，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个酒桶。他们不会打龙吧？我感觉他们在打龙。看一眼，看一眼，看一眼，没打，没打。我没血的，这波团别接，我没血。那你就走吧。给个眼啊，大龙有眼吗？我没眼，我没眼，我全是我是草民啊。哇豪，你下去守盖伦啊，不要上来啊。我不敢下去，下去他开龙的面。我们四个抱个团，来来来，金身金身，婉豪你别死，等他们摸，他们要打龙门再打，别急，他们没开龙呢，走走走走走，哎。我们打龙又要被抢啊，别打了，来打远古龙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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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打远古龙你相信我兄弟，打远古他想不掉，打大龙他在上面丢技能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把你炸走你怎么惩戒？他闪杀线1500血，小法守一下这个，小法小法去啊。我们现在来打大龙，别回呀、啊，锤石，你回家干嘛？他们死了三个没复活呢，为什么不打？来了来了来了！万豪万豪去把那个桶爆了！万豪去上面去上面，万豪！万豪去上路，去上面把酒桶抱走！哎，他在传送，你看嘛，伤害太高了！你还说不会想杀人杀人杀人！没事没事，把他们人杀了一样，我都说了万推中推中，他这个伤害太高了，你肯定伤害都高。没人去搞他，小法回家，来婉豪回家，上去上去秒他们一波。别让盖伦回家。回不回来这一波了？你看看酒桶战绩，哼，好。有操作的呀？是不是会玩的？一眼不看出来吗？你怎么跑也跑不过虚，这把酒桶给了我们多少压力了，我靠，酒桶真的吗？没